看疫情还是呢没有间断，我们呢永远都要谨慎，提高警觉。这一波只是给予我们呢一个警惕性的，叫大家注意啊，我们真正的也要好好的提起，我们要知道在生活中要简朴啦。简朴呢本来就是美德，简朴呢也是佛陀所教义呢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要去除意念无明，要呼吁人人行善，好像没有太大困难。可是呢一提到了家家如数或是人人如数，哇，困难重重咯。认真想一想，真正我们的就近范围的也不一定呢人人都如数哦，何况要求家庭，何况呢要求社区社会，更是不简单呐。可见数如数呢是一桩大灾善事，非常呢很重要的善意，真正行善利益人群的大好事啊。人人行善，那人人呢如数，那如数人呢在你的口中就可以呢减掉了吞噬生命，一切众生命啊就可以减少。那减少啦又对大地一个好处，也是一个呢大环保的。这大家可以好好细思想一想，应该都一直听到了师父跟大家所说的秒钟一秒2400多的生命啊，那吞食入啊这口中里去，一天呢有2亿多哦。大家要记得用现在画面上的数字啦，好好的看好，一秒钟2400多的牲口，一天呐2亿1000多万的生命，为了人的一张嘴巴，总是呢就这样被杀了。真正的生命，哪一条生命甘愿呢无缘无故呢被杀了被吞噬，回家吧客滚呢，这多么残酷啊。这说人间啊金恶凶战力美，就是人类这无所不吃，所有的物命啊都把它吞噬，为了一张嘴嘴巴的那样的口欲。所以要呼吁如数呢
真的是困难啊。不过有心就不难，每一天啊，师父在说法，最后的一句话不离开多用心啊。是啊，我们用过心吗？这一念心呢，在刹那秒钟造了多少业啊，累积累积，怎么能让天下无灾难呢？如何能防止地球不升温呢？如何让气候不变迁呢？佛陀说，众生共恶业啊，人间浊气升高，那就是天下灾难临头的时刻。我们不知道心里有没有准备好啊，有没有呢觉悟抬头呢？假如有觉悟抬头，那就可以呢把自己的意念口意啊稍微多用心啊，少吃少意念，大家共同起来，不就是共善业吗？唯有点滴点滴的清流汇合，才能呢洗涤那样浊气重重的污染。所以化譬如水，要熏化，真正的要文化，道理大家都清楚，你天天熏化，就会天天自我提醒。知华假如没有天天的听，没有天天的觉悟，那很快速的，那就是打瞌睡啦，道心睡着了啦，话听不清楚，如何能有觉悟的时刻啊？佛陀2000多年前的一大世因缘，在人间就是教菩萨法。各位菩萨，你们呢就是如法者，一步步的踏过来，路还是大家呢自己开自己铺路，这个道开得很广，路呢铺得很平。菩萨们，师父说的话，期待呢铭记在心灵，在心板里，要好好的来见证，要见证法的准确，你没有身体力行，见证不了的啦。所以一定要身体力行，付出在世俗来供啦。哦，辛苦哦，慈济人呢，那是幸福啊。我们呢，付出无所求，还满怀的感恩欢喜，这不就是在我们的这一块心田里啦？这是
粒粒种子都是勤耕耘，都在萌芽中啊。总而言之，各位菩萨身体力行呢，就如种子真正的播下了在地上里，有阳光，有水分，也有肥沃的土壤，给我们好的空气。所以阳光、水、空气都很记住，这就是培育菩萨道的好时刻。